星一直维持着世界的平衡，邪恶的暗魔领主却将其据为己有，直到勇者到来。勇者与暗魔领主势均力敌，随着剑刃的撞击声，水晶发出嗡嗡的共鸣。终于，勇者凭借超凡的力量，对暗魔领主造成了重创。受到战斗的波及，在一阵强光中，水晶迸裂四散。强大的力量令勇者失去意识，暗魔领主不知去向。故事就从这里开始。Thank you.